黄老师你好，我的名字是二年级黄老师。今天第一件事情要跟黄老师读说这里。开始。你好吗？你好吗？这是我的家。这是我的家。我的家有五个人。我的家有五个人。我喜欢跟我的家人去山上玩。我喜欢跟我的家人去山上玩。去山上可以看到去山上可以看到。很多小马、小羊跟小鸟。很多小马、小羊跟小鸟。我们去山上要吃什么？我们去山上要吃什么？你看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去山上要吃的。这是我们去山上要吃的。汉堡、热狗，汉堡、热因狗。为不是在家里，因为不是在家里，我们可以吃这个。我们可以吃这个。可是妈妈说，可是妈妈说，不可以天天吃这个。不可以天天吃这个。第一题，他们喜欢去哪里玩？他们喜欢去哪里玩？山上玩，山上玩，一样一样。山上玩，山上玩，一样一样。第二题，妈妈说可不可以天天吃这个？第二题，妈妈说可不可以天天吃这个？不可以天天吃，不可以天天吃，一样一样。不可以天天吃，不可以天天吃，一样一样。第三题，他们家有第三题，他们家有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一样一样。爸爸妈妈在哪里？哦，这里，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一样一样。三个小朋友，三个小朋友，一样一样。三个小朋友，三个小朋友，一样一样。好，谢谢，再见，明天见。星期一星见。期一见，星期一见。